当别人上你车时。你把车砸了吧，行不行？不开了，门你掰下来，这车就不应该安门，这把赖我了。这看不惯就拆除它，命里就不应该有这玩意儿。我不就车门关重了吗？那哪是关车门啊，那不关城门的，那是瓶盖平时不拧不开吗？瓶盖那刚才那一下差点没把我震出去，那车差点没干上主路，喝了鸡血了。那是啊，古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，今有孙红杏振臂关车门，那是摔冤家的，那是这打死谁呀？好像来，你下来，来我辅导你一下子。臭不要脸的，你欠辅导。手腕放松，半推半就，一门回首，注意气息、体态、共鸣位置，循序渐进。在车门即将一撇即合之际，抬腕，利用惯性使车门循序关闭，掌握好这个节奏，好不好？心里默念口诀，这一套动作啊，口诀每天背诵啊，别松懈，明天给我反馈啊。现实中。想吃什么去？出发吧。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，等到思念伤害。抖音